谨慎理财，快快发财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莎娜。欧美各国啊陆续解封，大陆市场热络，市场订单回温，东台、成泰、龙泽科等工具机场在手订单至少3到4个月，恩德、亚威两工具机场呢年底前的订单全部满载。工具机场表示，近期大陆河南暴雨成灾，加上欧美各国陆续解封后，许多企业呢需要换购设备。台湾各工具机场来自美国、欧洲、土耳其、东南亚等地市场订单全面满载。东台指出呢，年初以来接获大陆汽车产业 PCB 业者订单，推动上半年合并营收达 47.36 亿元，年增 21.01%， 改写同期第三高。亚威主管表示啊，来自两岸、欧美等订单全面成长，年底前的产能满载，部分机台交货期长达半年以上，已开始接明年第一季的订单咯。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客新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